现在时间是早上的3:34，在关岛马拉松这边，由于天气的关系比较热，所以很早就要开跑。像是全马呢，已经在3点的时候出发了。那半马就是我参加的这个项目呢，是在4点的时候出发。所以其实我2:30就已经起床了，然后就从饭店走过来这里。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Guam. I'm from Japan. I'm Florida originally. I'm from North Carolina. My goal finish, just finish. How about you? To finish before her. 这边人非常多，而且都很热情、很有趣。然后你可以看到，其实这边还有很多的军人，因为是关岛，这边有这个军事基地。然后因为现在这个半马的选手已经开始陆续要集合，我们等一下4点整就要出发哦。5, 4, 3, 2, 1, 因为我第一次跑海边，然后有一段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你可以听得到海声，我觉得是跟之前跑得很不一样。因为它会沿着海边跑，所以就是日出的时候非常美。在那一段就是海岸线那段的时候超漂亮的，然后就阳光起来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还好是今天没有想象中那么热，所以还好就是维持跟平常一样。跑步，所以你是被拖来的。对，我第一次跑。今天这是你第几次参加？第三次的半马，可是是第一次的海外。那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在这边参加？这边因为其实是有度假的性质在，就想试看看，我想要跟姐妹一起度假，就是假借马拉松之名。外国人都很热情，就是不分国籍，大家都会帮你加油。嗯，那怎么想要带国旗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想要带国旗？让大家知道台湾啊。因为其实这样一路跑过来，其实不是很多人知道台湾，其实大部分就是韩国人跟日本人居多。嗯，对。然后其实还就是听到用中文喊加油，说哦就很开心。Why do you carry a big bag? For training purposes, because of I'm in the military, the U.S. military, so for training.It's about 35-40 pounds total. Wow, so yes. You carry that for a half marathon? Yes, the whole half marathon. Can I try to hold? Let's try to feel how. Oh my god! It's like, never mind. 35 pounds? About 35 pounds. Oh wow! Yeah. My point is, it's is scary, 35 like, pounds.Yeah. I'm going diving, so this is 很想要去潜水，背着水费，我无法相信要这样子。哦、oh. ，Thanks， 太厉害了，我真的没办法，我光是这样跑都跑到累死了。他背的量居然有办法3个小时就结束，真的太厉害了，这边军人真的是很棒，很厉害。跑完马拉松有什么比在这边海边休息更棒的呢？你看大家都已经开始在这边休息了，这边还有比基尼辣妹现在在脱衣服换衣服，所以大家就是在跑完之后好好在那边享受音乐、享受海滩、享受美食，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美好。我要去睡觉了。